we can have like three below the median level and three above the median level, right? Yeah. And according to that weight, I will calculate. 我叫卢长吉，我老家是湖南的，湖南湘西在山里面，在美国那边学的这个家庭营养，一直读到博士。在外企工作了有12年，去年加入盛农的，在盛农这边负责这个饲料营养这个技术总监，然后也是盛农研究院的副院长。那个硬度啊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色度也有一点，它不是说没有，它也有，只是它的味觉跟那个猪要差很多。我们这个是给这个鸡，就是给他们做私人定制的。就让它可以吃得更好，长得更好，最后能够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。单氨酸、瓜氨酸两个加在一起，含硫氨基酸是10.8，可以超过10了。其实农业它不是一个没有科技含量的。这个谁都可以做，你真正的要做好的话，它是有门槛的，是被低估了的一个行业。这它的英文是叫 Sunde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Hub， 也是要强调我们研究业不仅是要做这个研发，还要创新嘛。包括就是整个前端的从遗传育种、饲料营养、下游的这些屠宰加工，它都是需要更多的创新。请记住，养鸡也是有技术含量的。60多，74了，你是准备种什么菜呢？种大蒜。现在的农村的话，没有活力，就是没有年轻人，都是老人啊、孩子啊。啊，我们中国这好的大好的是河山，农村现在没有活力，没有把农村激活起来。我们整个中国的农业的话呀，尤其也是需要年轻人的加入吧。从小也在农村，也是在山区长大，对农业还是有情感链接的。就在研究生阶段，我就定了我的这个专业方向。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用产业化来帮助年轻人回归农村。温暖到南麦 so so weary， When troubles come my heart burden me。每个工作肯定都有它的压力嘛，缓解的话去散个步啊，或者爬个山啊，包括一些太极啊或者站桩啊这些。慢慢的也对这个行业也有更多的一个了解，然后发现自己在这边能够把自己所学的应用起来，能够创造一些价值。认识自己之后，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喜欢做的，又是你热爱的，你又擅长的，最后有需要的，那你去做。